我是游生遥，二十二设计的创办人。11年来，二十二不断探索水泥的可能，相信每个细节都是生活风格的延伸，每种材料都能找到专属的态度。近5年来，工作室开始研发水泥腕表，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与响应，这股能量持续推动着我们制作出更纯粹、更能展现机械与材质魅力的四度空间机械表。它使用瑞士制造的机械机芯，以一种严谨却浪漫的态度指示着时间，稳定前进在直铺的水泥旋转楼梯上。我们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，诠释光阴的面貌与层次。精准的面板刻度与放大显示景状日期窗，让你完全掌握时时刻刻。随着时间不断改变色泽的全黄铜表壳，它每天的样貌都值得细细品味。历经沧桑的不锈钢搭配风化处理的水泥表面与咖啡色牛皮，展现出属于工业区的男子气概。制作这只手表的过程，经历了许多平凡但深刻的时光，一次又一次的与同事想尽办法改进水泥的品质与制程，与集资而认识的表友们讨论各种机械表的零件规格，听着组装师傅津津乐道的介绍他收藏的机械表与机械钟，每个细节、每次探索、每段经验的累积，都引领着我们实践理想。回看这些时刻，那种用力生活的样貌，我们所谓美好生活的想象，其实都在眼前。四度空间机械表示你手腕上活着的建筑体，你带着它，它会用它独特的空间感指示时间，还会从它旋转楼梯底下的黑暗中发出机械表独有的心跳声。你不带它，38个小时后它会停止，一切归于平静。一指手表，有人重视强大的功能，有人欣赏华丽的做工，而四度空间机械表希望忠实反映出的是属于都会人的认真与自信。忠于自己，勇于实验，不跟随潮流，与时间同在，四度空间机械表的最后一里路，诚挚地邀请你的加入，一起聆听水泥与齿轮的对话，定义属于你的城市风格。